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BAY 阿贝，欢迎来到亚洲最大孤勇者研究团队。没错，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要来抽我们的自助摩托车。那为什么要抽呢？之前已经有来跟大家说过它的强度呢，究竟是如何哦？那有很多人说这个全局反伤是不是跟这个我们的符石里面的全局反伤，或者是跟这个武魂的全局反伤是一样的？那经过阿贝实测出来之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叫做一样的名字，都叫做全局反伤，但测出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武魂还有我们的符石里面的全局反伤，单纯呢就是 10% 的全局反伤。例如说你加了 20% 的全局反伤，就是 20% 的全域反伤，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哦，透过这个属性去做一个核对，去做一个实测。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写这个全局连击嘛？那这个全局连击呢，它也会写在里面。那我们就找这个连击系数，就可以找到那个 6% 了。全局连击武魂有 6%， 哎，所以呢，我们的武魂的这个副词罪的全局连击，还有这个这边获得到神器附魔获得到这个套装效果的全局连击，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全域连击都是一样的。全域连击就等于全局连击，全局反伤呢就等于全域反伤哦，都是一样的。但唯独不同的呢，就是我们的自助小摩托，这个经过实测之后呢，它是完全的独立城区。那什么叫做完全的独立城区呢？也就是你打一万 B， 又是一万 B， 那它之后可以跌到 30% 嘛，那也跌得非常快啦，所以它就可以乘以这个 1.3 变成13000 B 啦，所以效益是非常大，它直接加了你 30% 的中伤啊。那以阿贝的机体来说，我 1% 的全域连击才加几趴，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从符石获得到的全局连击 30%， 我其实实际上呢，那也就只加了 3% 的最终伤害而已。欸，没错，你没有听错， 30% 的全局如果是从这个面板加的啦，从这个面板加的大概只加了 3% 的中伤，但这个坐骑加的不一样，他就是加了30% 的中伤，就是加这么多，非常 OP， 非常强哦。那最近有一些人就质疑哈，说，哎，阿贝，那以后如果忽视反击点满了，是不是它效益就降低了？对，没错，这是没有问题的哦。毕竟说你现在哦13000 B 嘛，对不对？那是前提是在你能够触发100% 的反击的情况下哦，那就可以直接得到30% 的一个期望值。但如果今天呢，别人哦去把这个什么忽视反击点到了 30%， 那变成说你的反击几率只剩下 70%，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 30% 的效益期望值去乘以 0.7， 所以期望值这个坐骑的期望值就只剩下 21% 哦，以此类推。如果你哪一天呢，对手把忽视连击点到了 60%， 那它的效益又会再递减，它就会从原本的 30%， 然后乘以 0.4， 剩下 0.4， 所以它的这个坐骑的期望值呢，会随着对手忽视的这个反击点多高。如果对手点到 60% 忽视反击，它的效益期望值就只剩下 12%， 那基本上就比跟这个青牛是差不多效益的，欸，甚至比青牛还烂。但以现阶段来说，大部分人没有把这个忽视反击点到 60% 啦，所以它的效益其实是还有的。大部分现在人能够点到 30% 就不错了。所以呢如果是 30% 的情况下，它的效益也还有 21% 的期望值。OK。结论发现，只要是不会出现在自身属性面板上面，都是独立城区，坐骑也是，翅膀也是，疾风连带也是，没错，对，现在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也有实测过了，在翅膀当中的这个爆伤加成也是独立城区，也是完全的独立城区，所以这条属性很猛哦，非常的猛。因为你只要战斗累积到15秒之后呢，你就可以增加 25% 的中出，最终输出。欸，这个
字幕上错跟我没关系啊，最终输出啊，好不好？所以这个也是很猛的哦。欸，这条属性对于战士来说我觉得也是很猛哦。影片还没拍，之后再说，好不好？因为现在战士都可以打到很久了嘛，对不对？欸，这条属性也是很猛，以后如果点数够的话，战士这个也要把它点出来。OK。所以呢，这个坐骑对于现阶段来说还有 21% 的期望值是非常厉害的。那如果对手是连这个忽视反伤忽视反击 1% 都没有点的情况下，那他的期望值就是满满的 30%。所以就是别人忽视连击别人忽视反击点了 60%, 那他期望值就剩 12%。那如果别人忽视反击有这个 60%, 只有 30%, 那就是 21% 期望值这个坐骑。哦，如果别人都没有点忽视反击，那就是 30%, 满满的 30%。好，来我们来开抽了。所以对于现阶段来说，大致上呢，大家的进度大部分是落在这个中间啦，所以这个期望值有 21% 还是非常的强哦，非常的强。来，我们现在就来把它抽出来啦。Go go! 好老舍哦。欸，等一下，两弹够吗？够呗。李董，我害怕欸。我有点害怕。OK,OK。好，李董说不够他再除。好，那我们现在来先来除值这个3291炮好不好？完蛋了。来。他现在只有提前出货过一次，不错啦，他已经有提前出货过一次，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吧？哦，提前出货两次了，没问题了，哇靠，100抽提前出货两次是不是？哦，还没有，还一次而已，完了，完了，看起来不太妙，哎干！Pretty woman, sitting o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雕开子。Pretty woman, sitting o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太突然了吧？太扯了，干！我也想说不够，可能会不够，只有380抽。靠背，结果160就出了，看来这都市传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看，太扯了，每次喊不要就出货 ，Oh my god！ 然后最后呢，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哦，今这个都市传说又有一个，那就是在4月1号呢。会有招财猫，所以大家最近如果想要除值的话呢，可以囤到招财猫再来除，性价比会比较高。那至于说招财猫为什么跟这个招财猫活动性价比比较高呢？大家可以去看在下方完整资讯栏有这个影片。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就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阿贝，我们下集再见，拜。